哦，这那彩衣，彩梅，体验感哦，漂亮哦，彩梅，哦，奇怪哦，还没有说要拿到跑了，漂亮连接，哎，不要这样子，大家好，我跟你们莫说，一直在下雨，耽误了时间了，临时吃的，哦。好，也给大家做一下小科普哦。我们平时吃的鱿鱼，哎，有两个获取途径。第一个呢，到市场买；第二个呢，就是出海钓不到，到市场买。钓鱼佬就是这样咯，卖家卖到完了，哎，租那个船出去外面钓那个鱼，都不够塞牙缝。出去钓鱼哦，给大家补充个小知识，如果大家在海上看到那种可疑的漂流物哦，包括有点像包裹啊，有点像桶的那样哦，如果捡到了，哎，不要肆意去打开，尽可能的去联系当地的警方，因为有一些海上走私毒品的哦，它里面会有定位的装置，那么它无法靠近中国的海域呢，它会计算洋流，通过投放这样的毒品哦，然后呢，另一个船只根据定位的位置来接收，所以呢，我们如果看到这种类似于可疑的包裹，及时的跟当地警方联系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钓鱼的海域了，钓鱼佬就这样了，那么好的风景他就管着钓鱼，什么东西都买，哎，老婆也不管，姑娘也不管，反正就跑到海里面就钓鱼。咦，喷了，哦，大家看一下这水很漂亮哦，下水拍就好了，早知道带水下机器人过来拍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些小鱼仔会吃这些水母的触角，哎，它一环扣一环的。对，我们游泳有小鱼仔的地方，也有水母的地方，稍微被蛰的次数就少一点，否则你在水下潜完了以后，长得都跟猪头一样了。哦，哦，螃蟹，快，抄网，跑了，哎呀！哎，好，哎，特征，大家看一下，咦，嚣张哦，这种鱼就这种鱼特征，追小鱼呢，这也是趋光性的鱼。上了，咦，小灯光鱼，小螃蟹，今天就钓这小灯光鱼仔。还是两条，哎，钓鱼佬就是看到什么就抓什么来吃。螃蟹来捣乱了。哦，来了，看一下，咦，来了，咦，有了，咦，喷了。底下就跑了，底下一放它就跑。刚刚，哦，一群鱿鱼在下面，哦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喷了，中了，哦，喷，还接着喷，喷，咦，等它喷没完先，喷，这就是钓的鱿鱼，还喷，啊，简单，哎呀！喷完，大家看钓鱿鱼的船，你看，哎，张西第一，冲了，两条，喷了，这个大，喷了。喷的，哦，鱿鱼一群的，对，哎呦，看到没有？这就要连好几个再上来，下面还跟着呢，哎，来一群了，哦，没有爆啊，爆了，就收上来了。不要开车，大家不要开车，哇，到了吗？哦，可以，哦，鱿鱼群来就是连杆，哦，喷了。
盆地神，哦哦，盆地神都是，好好看。干了！海南品尝一下红油，也叫海南话也叫宋郎家，也叫那个小小竹筒，哎，很香的。哎呀，我钓鱿鱼啊。主要是最近水太脏，对，鱿鱼钓上来马上就要下锅给它消下毒，非常的肥。大家看到的是钓友啊，在交流并且鱼情，螃蟹路过我们，螃蟹来抓网，抓网来，抓网的螃蟹，来在哪里，在哪里？哎呀，去哪嘞？哎呀！海里面的这个全部都是水母，这边哦，水母太多了，钓不了了，收工了。好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好，拜拜。鱼了，终于了，不聊了，终于了，游不了了，鲍鱼了，中了，下锅，鱿鱼下锅给我，钓。好了，哎呀，准备下锅了，再来一条，边吃边钓，鲜鲜无比啊！哎，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正宗的海南红油。哎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来海南品尝一下红油，也叫海南话也叫宋郎家，也叫那个小竹筒，哎，很香的。搞你！哦，对，搞你的意思啊，搞你。然后呢，我们沾点鸡鸡水，连末一块吃了。哦，很嫩，就拿开水一焯熟就行了，不要煮太久。最重啊，告诉我啊。直接掉下锅了。哎呀，我钓鱿鱼啊。主要是最近水太脏，对，鱿鱼钓上来马上就要下锅给它消下毒。等一下科普一下小知识，鱿鱼啊、八爪鱼这一类的，它的寿命也就是一年，你不钓它就死了。我们经常讲深海鱿，深海的鱿鱼呢，它能活到400年左右。西沙、南沙的深海鱿个头非常的大，几十斤一个。在鱿鱼季节的时候，西沙搞过来的鱿鱼啊，你们猜多少钱一斤？多的时候5毛钱一斤。那个墨田哦，对，这墨很甜的。这个墨很棒。下口啊，底下啊。很香，很肥美，非常的肥美。可以啊，吃鱿鱼很容易饱啊。哦，太高了，太高了。这有高，我这也有高。高了。哦，我这也有高。高了。哦，漂亮。有高。那我一会试一下绑，再绑这个手饰。不管了，还管这些。好，对，然后。